哇哦，真精彩！下回我给他要签名。我的手牌太多了，告诉我小人，你在跑我的手，你打败我了。你没被跟踪吧？没有暗影，就没有光。魔晶够大加分。
功了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行。你根本不了解你的能耐。我们能从星辰学到什么？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全了。
光不等人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来看看我今天的故事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沐浴在圣光之中。你的命运已经注定，哈哈，只可以当笑话了。沐浴在圣光之中。别担心，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沐浴在圣光之中，我们能重新。